你是皇上的宠妃，如因果郡王而杀了本宫，未免太不值。难道在娘娘心中，天家富贵就真的胜过于王爷的一片清心吗？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，混乱后宫，只怕要滴血验亲。血相容者，即为亲。嗯，为何要如此待朕？皇上，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回来综合台《后宫甄嬛传》。